记者许志颖台北报道。每年的5月4日，全球各地星战粉丝都会一同欢庆星战日，因为英文的5月4日 May the 4th 与星战电影金句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原力与你同在谐音。今年54原力日也抢先曝光星际大战外传韩索罗神秘片段，为了庆祝影迷心中的大日子，台湾迪士尼特别在5月5日周末，北美时间仍是5月4日，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、台中站前修泰影城二馆、高雄梦时代奇满客影城，举办北中南三场神秘片段抢先看活动。星际大战外传韩索罗的神秘影片除了有电影片段抢先看，还有这次三位主角龙母艾米莉亚克拉克、艾登艾伦瑞克及唐纳格洛佛与粉丝打招呼，带粉丝游览千年鹰号的有趣花絮。今天一早就有粉丝精心打扮成星战宇宙中著名的角色，莉亚公主、韩索罗、黑武士、帝国风暴兵、路克天行者及瑞等赶来报道，让其他粉丝还有路过的民众争相拍照，也让活动现场成为星战同乐会。星际大战外传韩索罗将于5月23日在台上映。星际大战外传韩索罗的神秘影片在54原力日抢先对粉丝曝光。迪士尼提供星战迷精心打扮成星战宇宙中著名的角色，欢庆54原力日。迪士尼提供星战迷在54原力日抢先欣赏星际大战外传韩索罗的神秘影片。迪士尼提供